你还热爱表演吗？这是一个问号。把妈去掉，加一个句号。这应该算是你第一次尝试古装。对，是我第一次尝试古装还有武侠，应该是他第一次古装扮相吧。他自己都说他还没有看习惯。那时候比较大的困难是比较害怕镜头，就是镜头在我浑身不自在，就是可能走道都不会走，你可能连演戏是什么你都不知道，但是你现在就被推到了那个位置。这个台词你之前都做过哪些准备吗？台词我先练习了一下普通话。我一天很用功，我说这个台词确实很难，他说没关系，我要把台词消化成我的台词。他台词太多了，每天拍摄以外他永远是拿着剧本，你永远在那儿自己默默的默着台词，消化台词。我跟困难总有一个人要倒在这个地上，不是困难就是你。天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演员。其实我如果说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再有一个作品，比如说《绝代双骄》找上我，我觉得我还会做同样的事情。你所有评价说是最赚套的这一集，我看到的好像不是这样。觉得他很纠结，我他自己也纠结，我也纠结，我不知道是怎么表现的。但到后期我是真的心疼他。所有人都求我不要杀小鱼儿，为什么就没有人求小鱼儿不要杀我？难道我就该死吗？屏幕上出现的那个形象真的是让我很吃惊。对你特别满意，我觉得你真正的完成了我对陆遥所有的期待。我觉得做演员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冒险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回过头来，因为年纪也没有太大是吧，这么几年的人生经历里面，我觉得做演员相对来说是最冒险的一件事情。如果我说两演技跟偶像都想要，是不是有点贪心了？不贪心。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，也曾指尖弹出盛夏，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。你有没有后悔过？有一天我也要像你一样闪闪发光地站在舞台上，在你面前为中国拿一个冠军。一个美好的世界存在的基础是法治，并不是道德。潜力电视剧，我新生代春剧，致我们单纯的小龙之前，春节二零年度人物获奖感言，你奖获得者，掌声有请胡一天，胡一天，胡一天，有请胡一天。
我有没有代表做这个事儿，我说了不算。我做得越来越好，这件事会让我觉得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近。说到底，我还是得用作品来说话。我是胡一天，一名演员。